攻击很高喽。好了，那就加倍吧。养一只侵略本能高高的小鼻龙。可是我都改很高了啊，侵略。是啥？恢复力啊，攻击啊，防御啊，攻击啊。那侵略是指攻击吧？哦，这个啦，哦，看懂了。侵略。哦。侵略。哦。啊，这啥？侵略本能。直觉强化消耗，强劲直觉强力免疫。那他这样会不会攻击游客啊？哇！安安哦，好啦，等一下就叫阿北吧。哦，新东西，盖在这附近。我靠，这么大！哇！我们不用处理灾难情况时，这个地方好玩多了。你完成了那个合同，做得真好。加无电，等一下哦。过来这边，好了，这是新记录啊，没办法，昨天的记录已经坏掉了，被我原本以为救不回来啊，结果是我自己不知道点哪里，就是因为昨天点这个啦。就可以去别的岛，因为我昨天关台前已经解锁第三个岛，结果一跑过来之后，我前面想说回不去了，就把那记录删掉。感觉放最中间的建筑来不及吼，没关系啊，很多主题乐园都是在最里面呢、啊，它就是要让游客走到最里面，然后去逛周围的那种吃的。然后你们就会花一笔钱再买吃的啊，逛其他小游戏啊，有没有？哦，余量自足。好，我们要来挖新的恐龙了。对啊，你也不见啊，阿贝也不见啊，这次打算叫阿贝了啦。哎，你昨天叫什么啊？阿杯母汤对不对？这都是商人的头脑啊！正常每分钟收益，那是干什么、啊？看一下哦。这个安迪，哦，他是这里的音乐。这个科技是代表娱乐性的，增加收入哦，可以增加收入。我看一下我的牛排卖多少了。餐厅牛排哦，有，快一倍了。啊，牛排不会变多了。啊，然后这边是，这个是卖便宜的东西。好吧，这样。然后这个是卖稍微贵一点点的东西，哎、欸，原本一万多呢，还是这里？是啊，啊，算了，可以开辟森林吗？哦，可以除掉森林啊！来，放养恐龙。我要叫人打他屁屁。驾驭攻击啊，不是啦，
好吧，自己架，我自己架。保安部门欠你一次。怎么设？设标枪啊？转向中。啾！哇！你很会躲哦，阿贝。啾！到这里来，前往接收恐龙。改名字哈。哎，不能改，没事。阿贝，狗嘴。看一下哦，鸡，哦有了有了，大便，走，走，好了，养新恐龙喽，养新恐龙。化恐龙，恐王龙不死，这只肥皂基因，看看文字。防御力，表皮坚韧。其实我都是挑评价高的在用，哎，好长的大便啊啊啊！你啊，恐龙就大只啊，当然大啊。孵化，我忘了哪一只是 DLC 的龙，哎，它有一只是 DLC 的。欸，这边好像可以看，看一下哦。恐龙，哦，这只就是现在新的正要找的，就是豪华版的恐龙，就是每个岛会多一个。像这个好像就是下一座岛，然后是中间这个，这个分数达到那个中间就可以有了。哦，鳄鱼、马君龙，这个也是要去下一个岛才能解锁。那我们这个岛就只能解锁到龙王龙。完了，有些人我已经不认得新人这边哦。有啊，你不在的时候新人有多一些哦。你的名字要叫这个吗？完了，有些人我已经不认得了，新人是不是变多了？好，叫这个名字。他好像有点恐怖哎。啊，是华阳龙，它也是剑龙的一种。哦，这也是剑龙哎。完了，有些人我已经不认得了，新人变多了。好，你的名字就叫这个，去吧，新人变多了。
敌人变多了，出来！哈哈，名字好长，我可以耶。二四六八四十二十六十八二十个字哎，哇塞！哦，在干嘛？机会出现了！孵化三只青蛙，你不会早点出来这任务哦？哦，生气耶！ 孵化槽，孵化孔，孵化。然后我玩这个记录啊，我还没有孵化死掉过，奇妙。是不是要跟龙王龙放一起？其实我在想啊，因为它还有另外一只，这只，它们两只我觉得是一样的东西。 就这类的放一起吧。哎，他刚刚在干嘛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我要用这个。嗯嗯。要喂食，香。巡逻车车，新增工作。回应喂食处补充申请。没肉了吗？哎，真的哎，没。 你看，又在开会了。迟到的在中间哎。我看一下他们喜不喜欢这里。哦，不一样哦，好吧。啊，你喜欢这里吗？还可以。哦。 好啦，看一下哦，直到派建立哦，圈圈打的，直到派系建立，好，人名就在这个了，圈圈，直到派系建立。 恭喜恭喜恭喜！谁转播都不用特别说。哦，对啊，没关系，我们都互相转播啊，谁没开台谁就转播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孵化恐龙，再来一只四鸟龙吧。哇！ 然后找一下水里刚刚那一只，还可以改制吗？水里，然后，哦，有可以耶！水里玩了，有些人我不认得新的图片，所以昨天我在开台的时候就在想说，就不要说倒数第二个人是那个Naport， 好啦，这个取那个好了，最最，阿贝姆康，量好快哦，等一下哦，老班会看发言取名，好，科学部门非常感谢，我也是。 老班会颁发言。